太暴力了。口水，慢点吃，慢点。去玩呢？吃。摆完小人的事，好吗？好。先吃一个。吃一个，等一等啊。我又吃完了，又吃完了，等一等，口水擦一擦。这个大的，这个大大包呀，呵，这个真大，是吧？是两个，里面两个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呀？爸爸，先把它摆一摆行吗？吃。吃小人。摆完了吃。小李呀。但他脑袋快摆好了吗？这像是脑袋。我吹，先别吹呢啊，不可以的。再打你头。看我的头，看我的头。看你的头。看我的头。看我的头，你的头这样的。碰。不碰呢。不碰到了。他脑袋是不是有点小不小？不小。啊，我们做他身子好不好？好。花籽儿啊，切，吃一个吧。这个，这个不，等一等啊，小人的脑袋，你把它弄疼了？没有，没有啊，脑袋都破了。爸爸给他救一救他。我也会救他。我也会救他。你也会救他。嗯。行。某某。你别吓着他了啊。他没有那个耳朵。哦，耳朵是吧？一会儿给他加个耳朵行吗？耳朵。他听不见我的那个说的话。他现在听见你说话了。某某，打，你给他起名叫某某吗？不能打，他叫某某，他叫某某，你问他答应吗？他不答应。他为什么不答应啊？因为他没有嘴巴。没有嘴巴，嘴巴在这儿呢。他耳朵。没有耳朵是吧？
没耳朵，爸爸。就差耳朵了。嗯。差耳朵了吗？一会儿咱给他加俩耳朵行吗？嗯。耳朵。把你的耳朵叫醒。可以了吗？你现在叫他看看答应了吗？答应。哎。他没有。嗯，你没听见答应吗？你叫他。爸爸。嗯。嗯。妈妈。哎。答应了吗？没有。嗯。我没听见他答应。嗯，你再叫。妈妈。嗯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妈妈。嗯。切。还没做完呢，做完再吃。为啥说我要再吃？你要是。不做完就吃，那咱什么时候能做完呀？六，对不对呀？不，妈妈，你，然后，小点声，别把弟弟吵醒了。我不听见他答应的。听见了。嗯。某某。你看他嘴巴动了吗？嗯。什么？你看他嘴巴动了吗？没有。我看见他的嘴巴动。什么？爸爸吹一吹。嗯，我没有吹动。嗯，你别吹动了，一吹又把他给吹上来。把这个吃了，这个小太小了。这个是干啥的？嗯？这个。哪个呀？这个。对，做它的身子。这个太小了，吃了吧。这也太小了。小人干啥？哎，小人出来了，你别吹吧，吹，爸吹的脏东西。你小人是不是做好啊？嗯，拍照。还差一瓜子呢。嗯，什么？爸，再放来。哎，掉下来了。鼻涕。Nathan， 你说他是个小男孩小女孩？怎么就？他是个小女孩。小女孩。对，你再试一下。你知道怎么变成个小男孩吗？嗯。这样的就是一个小男孩了。尿尿。给你拍个照来，看看，笑一个。啥？再笑一个。萌萌。来，那个，拍一个来，一二。走他，吃，吃了吃吧。也这么。喜欢他吗？喜。是吧？撞他。撞他，撞完再吃啊。
撞完了。撞完了。嗯。慢慢吃吧。掉了，你去捡呀！我在地上吃。刚卖了一个吸尘器，然后因为他上回来拿的时候，我们刚好在楼上，他敲了好几次门，我们都没听见，所以我就给了他一个果丹皮，说 "Here's my treat for letting you come again to pick up." Sorry。我门口放了一瓶这个消毒液，就是从外边。来的人啊，或者是走的人啊，都可以用这个来消毒。你拿恐龙弄，没事，拿恐龙弄大弄洞。弟弟先做的呀，行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地方大了，你们都可以做了。